嗨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又回到我们第十二期线上读书会的时间。而唯有这份坚定的爱，才能消弭一切灾难。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苏州慈济志工减少见面，但读书会进度不曾停下来。实际上，我们正在推广呢，素食哈，希望呢，家人们呢，都要积极响应，管住我们的嘴，我们要放生呢，我们要放嘴巴生。知而后行动，拍摄影片分享素食料理，增添祝福的滋味。我和我家师兄呢，有4、5年的时间呢，就一起吃素了。今天做了4个菜。搭配比较营养，蛋白质。让爱苏醒，素食生活健康，你我。对于第一线防疫人员和长期访视的敬老院，此时更不能断了关怀。因为一线他们吃饭吃不带，忙嘛，里面的骨粉可以给他们吃。狗家自己惦记高烧吃2年，工资2年的一片关爱之心，是吧？我代表就剩余个2年，够奖，感谢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赵瑞华、吴伟，江苏报道。